倍的难受，双倍的不愉悦。这个桥一共问达到吗？达到了，这是个没有放香水的调香师，所以能把它架在这里面。对，不急不急，不要翻不要翻，忍一手，等个无人。你看那这样子就完完全全架住了，不能转去外面，而且倒还倒在地下室。哎呦，地下室走客，而且本来救人的位置优先救人应该是佣兵。落地五刀，这里能双倒吗？哎，爽片，五刀先把佣兵打倒，要打双趴。哎，等一下，调香师怎么突然不动了？对呀，他不敢出来啊，他在里面躲着，没有任何意义。需要卡一下血线，这局三台密码机，如果你还想要一个健康状态，就一个就大心脏说健康状态三四人的话，那就得要时间一点点了。就我走，哎，这个突死躲得好。这责任蛇皮这个位置很容易震慑的，看一下。好，哇，这发好快，反应是真的快，金身，哎，把空军击倒，同时要把先追下来。我觉得只要把先追得快，这局还是有平局以上的希望。对，蛇皮这个位置很容易震慑的，看一下。好，哇，这发好快，反应是真的快。我们在开门，修门还没修开吗？这个门能不能开？这个门打断。他如果是，哎呀，走之前我还要竖一下。这个直角弯难度非常的大呀。走。哎呦，那这局我觉得没有了。你看，其实当时在小地图当中，我们的一个调香师的补密码机的位置补慢的同时，娃娃他其实没事，不是？对，跑不了的呀。双趴了呀。讲道理，这出事情了呀。卡位，卡位，卡位，用兵卡位，用兵。前后卡住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我前后很难受。哇，天秀，天秀看似打团白给，实则我是要牵住你，就像一个板一砸。他要砸的是那个魔术师，所以这里只要卡住，然后只要这个位置打不到，对，又卡住了。再锤佣兵，我的天，这个位置卡了。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精髓啊！这一手玩的太骚了，这一手绝对是他们的之前的商量过的绝活，对吧？你凭什么给娃娃修啊？我的天！对的，娃娃修得很舒服。前锋过来了，看远处这个球，直接撞晕，哇，大半个球，三分之二，我的天！这里至少晕个十秒钟，在这儿你动不了，好吧？哎。娃娃还修得很舒服，这个原点电机已经起了，就差娃娃这一台了。这个娃娃凭什么让他修？哇，这里五 HS 很喜欢双保人啊！哎，这里挂人，明显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修啊！看一下，他就等着这一台机。结实的娃娃马上修完，哎，我上不去啊！这里撞下来，哇，难受啊！你抱不抱？你上不去，你又抱不了人。我的天！你抱继续撞。撞一下吧，谁顶得住呀？这不是在折磨人吗？这不是在折磨人吗？这不是？对啊，这里还能再来一下。好的，已经压好密码机了。这怎么办？没必要了。这怎么办呀？这里没办法，根本没有办法，无解，无解。好，我们恭喜5HS晋级。是的，恭喜5HS。